好了，原来我们走错地方了。走走走走，老爸在那边等我们了。太姐更好。嗨 ，Mexican 的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很特别，我们要来吃这个美食，但是我们跟了一位这个美食专家呢，这个他今天带我来，他前面的片头各位看得到。这个白乌龙跑错店了，就他说这一家现在 CP 值是最高的，最高的，所以呢很开心，而且这边的坪数是台北最大的，对，应该是对、哦。各位已经听到声音了，应该知道是谁，所以我们欢迎老爸。我是老爸，我们今天来吃美食，对对 对, 对，我们今天来挑战，因为他这边的转蛋的规则不太一样，他好像几点数，可是那个点数啊。就是又不是好像又他会给你，比如说几个人就分几张，对，所以他的门槛很高。等一下我们再问看看。你说这里门槛高？对，就是他的跟那个不太一样，他好像不太容易转。那主要跟你说，嗯，老爸商务舱都在上了，这门槛算什么？没关系，如果今天没有转到纽大，我们等下去地下街来拼纽大。那个蔡依林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补一句话，嗯，已经好久没有人说我们是土豪了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蔡依林对不对？对，蔡依林。对，新店蔡依林。新店蔡依林。我是老爸他老婆。我有带那个。这两个现在都是明星了，他们自己都有频道。啊，记得订阅悠悠，你有广告一下。悠悠，你的频道，你的频道叫什么？啊，我是悠悠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始点餐了。好，来来。Okay。因为我拍那一集被应该是说藏寿司的粉丝呢把我 K 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说他的中奖率非常低。他本来就很低啊。但对，我讲的是事实嘛。对啊。但是他们就说我是去吃寿司的，不是去扭蛋的。但是不是，但是我说真的，它有很多的原因跟因素，是因为它有扭蛋，嗯，所以造成很多小朋友会想要带叫爸爸妈妈带他们去。他本来就你不能说这些因素是没有的，对啊。那我那时候是想说，因为扭蛋其实不贵，我觉得应该让它的这个中奖率稍微高一点，让它的这个是趣味性再提高，再提高。才不是阿里啊，就这是用平板剪，它会从这个轨道送进去。真的假的？它从上面。这一间呢是全台湾第一间。这一家寿司郎呢是在日本连锁餐厅当中 CP 值最高，评价最好。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叉烧吧。嗯，有没有吃到梦中情人的感觉？嗯，真的好吃。他有了，他说 CP 值听说比藏寿司高。红色这一盘要多少钱？40吗？没有，他东西价位不同，有60，有80。哎，仁哥，你吃东西没有在看价格的，你不要带那个。土豪表现就不一样，80块点下去才会有点击率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更小的毛豆。我跟你讲，我再不点贵一点哦，他比我早到10万订阅。你会比较快啦，你一定会比较快，你快了快9万了，对吧？你应该下个月下个就对啊，下个月就9万。老爸应该2个月内会追上我，没有以我这种出片速度。加油！我把自己毛豆自己试试看，这叫蟹膏啊。我们家的，我们家的要来，我们家的要来。嗯，哦。哦，好吃吗？这个超好吃！你吃了这个，你就不会想要再去吃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。真的还假的？夸张！这个才叫真的好吃吗？40块可以吃这么两坨蟹膏。我吃辣东西，可是听他家的东西真的。我告诉你，这真的好吃哦！这一集就是靠这个了，真的哦！这一集就靠40块，点阅率就破百万。我告诉你，我很慷慨，这颗我请你，你试试看。你吃。可是我又不吃淀粉，我吃上面的蟹膏。一样，我们看看你会有多惊讶的表情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不懂。我真的不懂。好，有人开红牌，是60块的哦，第一位，第一位。
尾，难怪尾鱼肚。对，我这不是尾鱼肚，我是金鱼肚了吧？这是八十的，跟图片不符，你看差那么多，色泽一样，它比较长。对呀、啊，那有穿衣服。广告不实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，等一下被泡，又要翻泡。啊！哦 ，yes。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拿。还是你要自己。雪碧。八十块钱了，要入肚了。三分之二。60块还是80块？吃了这80块，真的觉得好，以后点60的就好了。所以有时候人家有说嘛，贵的不一定好，啊，便宜的不一定比较便宜，啊，不花钱的最贵，所以这是有道理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老司机在讲话就是不一样。我要品尝这个，这个叫做鳕鱼子。啊，整口吃下去啊！你不要装满，装半杯就好。半杯喝完换姐姐，对啊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网络上评比说这一家是 CP 值很高的，因为你要看我刚刚这一盘是40块钱，40块这样真的划算，40块这样真是便宜。第二个，我们刚好吃那个蟹膏，我。跟你说啊，这我一直觉得那个应该是属于80块等级。这个老爸带我们去这个挑战这个扭蛋，听说要比赛是不是？你要比赛吗？要比赛，直接给他砸下去。等一下要看谁能够扭得多。走，当然有啊，50，这钱掏出来，然后看几颗，然后就全部把它。你们带提款卡？提款卡，对，你们带提款卡，还是金融卡，还是什么卡之类的，还是接口支付？接口支付可能没有办法。最近在挑战接口支付，真的。好，大家在关心。那今天啊，我们会一人挑一个系列，就是挑自己喜欢的，那看谁比较晒。看样子比较晒，我一直是这个单元里面的晒狼。所以呢，就带小孩子去扭蛋，然后看看有什么特别的。因为很久没有扭蛋，上次扭蛋去是日本嘛。上次有一次在公共场所不小心拍到一个人，他跑来凶我，他说叫马上要删掉他。然后我说我为什么要删？他说他有他的肖像权。他说，我说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他说不管，你现在就要删。对啊，后来我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带小三出来。哦，真的哦，那要删，那也跟要删要删。我们要转这个，好不好？这叫休眠动物园。这个叫休眠动物园。这个从小的到大的。这是第几代的？第四代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最主要是因为跟这个老爸来这边转扭蛋，然后他们是亲子时间，对，亲子时间，然后我们好爸爸，好爸爸联盟，他们已经转完了，现在换我们。然后他们那一集，你们去他们那边看，他们花了几多少钱？真秘密，真秘密，去他那一集看。然后呢，这个换我们要转，好，一样嘛哈，从最老的开始转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，最年轻的开始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你先转 ，OK？ 来，又先转，来我放，来大总管，然后你帮他们放。会计，会计先生。来，我想要转狗狗哇，这个柴犬好可爱，可是每一只看起来都很贱。它在睡觉。加油，加油。蓝色呀，随便一颗都可以，随便拿都可以。我猜不是狗狗，是犀牛。不是，是袋鼠啊，袋鼠啦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天啊，不是 Tierra 是车子。Tierra 也是吗？是吗？对啊。天啊！丢，每次乱丢。好，狗狗，好可爱。姐姐，你把叫兔子，你要哪一个？他想要兔子啊。犀牛？什么？重复了。哦，袋鼠。犀牛，我要看犀牛，我开啊。
猫猫啦，你刚才被我猜对了，黑色的猫猫，我就喜欢。只要我一出马，保证是重复。每次都是，你看刚才有重复吗？哎，乌鸦嘴。我刚才有重复。你刚第四没。拜托一下，快点，这三个。犀牛、老虎、兔子。好啦，犀牛啦，因为我也喜欢大的。犀牛、老虎、兔子。犀牛。然后等下出马是草莓。很轻。很轻。兔子，兔子，兔子嘛，你看到没？我跟你讲，请叫我 Lucky Star， 最幸运的人就是我。对。那你可以，刚那个有录起来吗？有。我跟你讲哦，这种风水轮流转是会轮流，通常年纪比较大的运气都会比较不好。因为我们在台北转运站。真的吗？犀牛。犀牛。犀牛。犀牛是老虎啊，我舒服的。犀牛。老虎也可以啊。我舒服的。正犀牛跟老虎而已。对。哦，哎，这个重哦。那就有。你看，你拿，你拿它看，你拿它看。哎，这个不是犀牛，就是老虎。对，这个重的，也有可能，有可能是袋鼠。重的。那你怎么这样欺负动物啊？暴力猜。没有，很多人也这样猜。这样才会快啊！犀牛耶！所以我先什么？老虎。我先称老虎哦。我先要。不是还有兔子吗？兔子拿到了。大哎！你在家里很大。哦，对不起。老虎，老虎，好轻哦！老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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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是老虎啊！把它拿起来，对啊，赶快老虎出现！你看，欢迎，老虎就会出现了。老虎，老虎，老虎，人格超强！哎，今一个，哎，这样子平手，我转，你们。对，哎，这边没关系，反正我们那个重点不是。对，直接到我们频道看的。你们转了 B 科，对，人格超强，自动 B。他们转了 B， 第一次跟我们玩八科就中全系列，算厉害。我们的记录是七科啊，真的。可是还没有六科中。六级。哎，不错哎。对啊，耶。超强，谢谢，感谢各位。哎，仁哥，你们看过这个东西？这个东西真的很棒。你看这个很嫩 Q， 一手可以掌握。你看。圆碗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搞不懂，人家小朋友在讲。其实还蛮疗愈的。你要吃苹，你要吃葡萄吗？葡萄。好了，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转蛋呢已经结束了。我们今天呢转了两组，对不对？我们转一组，然后老爸他们转一组。我跟你讲，黑人哥是转了。八次嘛，转中六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比他们厉害啊！不像真的，你们去看就知道了。好，这个 OK， 这现在不能说谁比较厉害，等到时候发片那一天就知道了。输的要惩罚，谁输还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订阅我的 Facebook， 还要按赞分享，然后订阅老爸他们的频道。我记得订阅哦。啊，悠悠的频道。悠悠影片要订阅哦。好 ，OK， 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